啊，大家好，我们是日本阿斯卡尼朵公司，我是他们的总代星光商事，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是那个空中成像技术，这个核心技术呢是我左右手这边那个玻璃面板，它是通过折射把图像投射到空中，整个技术的话呢，也配合这个摄像头的那个触摸感应，可以实现触摸成像功能，就是简单来说是取代那个触摸屏，但是它是一款非常科幻的在空中成像的触摸屏，可以在您的那个各方面实现一个梦想的科幻的一个功能，希望大家有时间到我们这个展位来进行那个体验和参观。除了这台触摸那个体验台，我们还准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体验机，希望大家实地来体验一下这种梦幻的科幻的一种触摸的显示的一个功能。谢谢大家。